放下坐垫。嗯，把小女仆关起来了，在路上捡到一只小女仆，又把她关起来。对啊，好难得哦，居然可以捡到女仆。有个指甲是16好哎，抱走，既然被我看到了，我就要把它处理掉。那你放水流，拜拜。这奇怪虫虫，什么？我被打到了！我天啊，剧毒好毒！这要怎么处理啊？点不到对面的石头，好，下去了。比谁射速快，哎呀，我可以把蚂蚁抱起来吗？我抓到了，笑死。摔下去了，蚂蚁被放水流。嗯，谁在扣血？哇哦，铁魔像把骷髅射爆了。我在挑人才，图书管理员空的变空的，你到底可以干嘛？空的，我看到大怪物了。这奇怪怪物被杀掉了，铁魔像好恶心！我看到奇怪怪物在飘哎，好像个夜魅啊！哎呦，把椅子放小女仆的头上，这样就可以吃搬两个东西了。高脚凳 ，OK。
40就是去。哎、欸，我把我自己丢出去了。哇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！哇哦！我又捡回了一条命啊！哇！铁木像中爆了！哇！我发现甘蔗田也爆了。你怎么不上楼？楼上甘蔗都塞爆了，看来要找一个女仆一起到楼上工作。166的，还蛮高的。哎呦！啊！哇！我砍树女仆跑哪去了？你的斧头，我伐木女仆的斧头又炸了，可怜！哇，没有带石头出来，给你一木斧。把这打通。开个透气窗。捡不到、哦。要捡南瓜头上面的那个甘蔗啊，捡不到。当务之急还是取得更多皮革。哇哦！我成奇怪怪物了。沙地咚！哎！你不怎么跑下去了？艾维达，哦，几金子，丰富的几金子，
南瓜粽子。哈哈，乙丘被我抱起来了，我把乙丘给抱起来了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乙丘原来是可以抱起来的东西吗？我好疑惑。我把乙丘抱走啦，然后把它丢去放水流。耶，乙丘放水流。